你好，你刚才说我什么来着？我操！我说我他妈这次结束灯塔真好了，这他妈没机会了，你说我这一天呢？大哥，你是我大哥。好吧，小弟，你既然这么客气的话，那我就认了。我不是说吹牛逼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玩熊，我要是玩这个熊，我不能说比谁都牛逼吧。真的，就我这口才来说的情况下，就这是什么鬼？就我这口才，我跟你说，指定能牛逼。但是我不玩熊，欢迎我赫哥来，把皮鞭子都准备好，加特林上上膛来，准备打熊了，吃熊肉。我操！来，加特林上膛，兄弟们，把你们加特林都上上膛来，准备好机枪了。来，各位兄弟，给我使劲的揍他。来，给我打他！把这个小胖子给我打这小瘦！大哥吗？大王，打这个贼小子！来，叫他给扫他！来，打他！给我使劲干他！打他！兄弟们，给我收拾这个胖子！给我突突他！给我收拾这个熊！打死他！吃药！打了他的胸皮，抽了他的胸筋，打了他胸筋，胸筋胸筋，有点乱啊！等会儿有点乱。那那个大哥，你替我说，大哥，你替我指挥啊！大哥，你这个不行，我来，你看我的。你先来一半时间，我先来。来，有点乱。兄弟们，干！小胖子，你真是飘了，上来敢对着你熊哥这么逼着卖点是吧？干他！小胖子，你见过贼吃肉，有没有见过贼挨打？今天我就打给你看，兄弟们，搞！羽绒服挡不住啊，你得穿件防弹衣啊。来，自控，看他。后面我新严哥在，你放心。我不输你还不停了，为啥呆猫了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臭不要脸！怎么了？耽误你两秒钟就没底气了吗？耽误你两秒钟你就上升了吗？我就是专门干你。耽误你两秒钟，你现在就站不起来了吗？闭了！要不的话，下一秒我把时间都让给你吧。到我的了，到我的了。干嘛呢？你在上厕所？到我的了。你哭什么？还没打就开始哭？把你那个麦闭了，行不行？我闭嘛，我不是在闭嘛，我不是没有闭。我他妈不拉了，我他妈不拉了，你他妈拉吧。太他妈气人了！哎呀，哎，是王哥不？大王，到我点你搁那叭叭啥呢？咋干咋干的？剩他妈二十来秒，咋他妈拉曲还没等走呢，就完事儿了。
社会狼啊，我也买份钱，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你们加什么？有没有加上你？这他妈一天，低于两千。刚才打不到。你省啥吧？那加特林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人家那熊咋的了？有病啊！你看不着人都有病啊！呱呱，家里都吃啥玩意儿啊？呱呱，上我是我们多他妈有病，我们都他妈神经病，我们他妈都快背着考院长。啊，都得像你这样戴个头盔坐在那里，戴个眼镜摇两下子，干他！那你就得干这个蛤蟆，我跟你讲，那你干这个青蛙都没有屌用。我得把你干成蛤蟆啊！你还想做蛤蟆？我得把你干着坐在那里做个哑巴啊！我得干着你只能坐在那里抽个烟，喊着大哥饶了我吧啊！我你头发都给你干直啊！上来就给我噼里啪啦，我大哥你怎么样的？跟那么个青蛙一样的了，你就差点没有，你就差点没有跟那个癞蛤蟆肩并肩啊！你就差点没有跑到那个猪栏里面跟那个猪坐在一起说，我操，猪哥来吧啊！你就差点没有成这样啊！你还说你这个口才好，你这个口才好，我夸夸两下子，两个标你都接不住啊！你还瞎鸡巴搞啊！兰哥说我怎么不惩罚？我还有惩罚吗？我的嘴巴对他来就是最大的惩罚。我的嘴巴，他是能跳舞还是能唱歌啊？还是能喊麦啊？是不是？我的嘴巴就像一把刀啊，在他身上瞎鸡巴乱削啊！我的嘴巴就是一杆枪啊，打得他彪彪一彪彪。小胖子，你给我开个口来接我一句啊，我们来对个诗啊，我们来一首唐诗宋词好不好？大哥，胖胖，和尚，小乌龟，小螃蟹，小虾米，来嘛，你不要急嘛，你不要坐在那里老抽烟，你是不是心情很烦？心情很烦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哥抽的不是烟，你抽寂寞吧。我晓得你想说这一句啊，你不要说这些词在我的嘴巴里，那都是已经过时了啊。我跟你讲，在我的嘴巴里冒出来的绝对不是轮船啊，我叽叽呱呱拿气球挤死你，来啊，干你怎么了？上来就要干我，来，你看我，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家？是不是欺负我们家人少吧？我们家不要人了，我们家全部是熊博士。你不相信？你派你们家的那个零零七跑到我们家公屏上来看一下，后面带的是不是全部是林博士？来，啊，还跟我挥手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句 thank you？ 还挥手，赶紧结束。我呸！